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将甲、乙、丙哈三种金属分别跟氮啊跟氧哈两气体，两种气体在相同的条件下反应的，其结果如这个表所示的。请问有关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来看看这个表。首先哈，甲、乙、丙哈跟 N2 都没有反应的，哦，代表这个 N2 哈它的活性非常的小。那甲跟氧哈反应剧烈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碱金属或是碱土金属。那跟乙的话呢，不易燃烧。那跟乙不易燃烧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金属。啊，跟呢丙的话哈，只是表面变黑，也就是说哈，它跟甲乙丙跟氧的活性哈，是甲跟氧的活性呢最大，大于乙，大于丙。我们先来看看哈 A 选项。A 选项他说氮的活性比氧大，错了。你看吧，氧跟其他都有反应的，氮跟这三者都没有反应，代表呢那个氮的活性呢非常的小，所以这不对。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甲乙丙三种金属活性叙述哈，大小叙述分别为乙、甲、丙，不对了，是甲乙丙，甲大乙大乙丙。所以 B 这个选项是不对的。C， 所有反应中甲与氧作用最激烈，这个对了，好，哦，剧烈燃烧啊，这个对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，甲乙丙和氮气没有作用，是反应温度不够高的缘故？不是啊，是因为它的特性啊，是因为氮的特性，氮的话活性很小，哦，都不会跟其他呢。物质产生作用了，这不对，所以对的答案应该要选 C。